家里还就很愤怒的踢他妈妈的箱子，然后踢他妈妈大概来回了两三趟的样子，刚开始踹箱踹行李箱，后来就直接踹他妈妈的臀部跟那个腰了。我想的是他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就报警了，结果他后来他又回来踹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那个男的他也看不过去了，他就直接用身体挡了一下嘛，就挡住了没让他踹，然后那个女孩就很生气，就直接把那个路人也打了，就是态度特别嚣张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特别跋扈的那种女孩子，然后感觉她就是，而且她因为她那个男那个另外一个女的就是可能是她妈妈也不确定，因为她没有叫她妈妈，但是态度特别好，然后就感觉习惯了，而且她那个女的一直踢她，她完全没有要制止的意识。后来呢没多久，然后地铁就来了，然后就上车了。